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彼得前书2:9，唯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金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。神已拣选我们，神已预备我们，带着神的爱宣告盼望，在这时代领受这大使命。我们是一家人，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勇敢前去，我们要勇敢前去。就是这个时刻，不再迟疑，不再迟疑。就是这个时刻，勇敢前去。世界隔壁，来来，灯光掉啊！我们说他是我，我们为什么？去哪里？就是这个时刻。